乱弹的，所以唱不下去。不好意思，我经常在家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头绪，我又不能弹明天要弹的歌，对不对？哎，透露了，明天要弹钢琴，对，明天要弹钢琴，没关系。你们猜一下我明天要弹什么歌吧。那我唱一些明天不弹的。你开了，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，陪你我最熟悉，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，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介绍，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，永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刚刚我跳戏了，因为我唱到最后一句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，可是他唱出来好像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，好像是我正在开会然后跟你说请不要离开我的会议。跳戏。我现在手机有一点点那个没电，我要去找个充电，你等我一下。没有哎，怎么办？如果他自己关了，那就不关我的事。我现在只剩17%的电，会不会在我的书包里呢？啊，有，太好了。我们来充一下电嘛。可是我告诉你啊，充电呢镜头会斜啊，我可能要放两个杯 在这里，这样就不会斜了。等一下 sorry。 好，哇，太完美了。如果我镜头转一下给大家看的话，你们就会看到其实现在是长什么样子，怎么转镜头的，其实是这样。我现在正在用两个杯加一个电源把它叠住，对，嘿嘿，转回来。Say something, I'm giving up on you. 那首歌怎么弹呢？